伴我逍遥去走一走。山外还有山，比山高，攀山腰。很少的水上潮流运动始于美国夏威夷，2008年在加州马里布海滩得以流行，逐步风靡全球。在2011年，桨板运动就传入中国，兴起之初便引起广大体育爱好者的喜爱。这种起源于夏威夷的水上运动，即使是小白也能在短时间内上手。在平静的水面上，你可以选择用任何姿势摆桨划水，站姿、坐姿、跪姿，甚至是趴着都行。这比冲浪、皮划艇容易很多，却和冲浪一样非常出片，容易引起围观。于是社交平台上迅速刮起一阵桨板热。新城市运动正以多元、年轻、趣味的新姿态。